Hello，大家好，兄弟。那我们今天呢啊，要继续来玩王国保卫战哦。来哦，那我们换个英雄啦。这个玛丽克我们没选过嘛？它可以地震又可以粉碎重锤，感觉就很强啊。而且血又多，打又痛。邪恶崇拜一些，正义之士也因无耻啊无暇休整，是因从俯首称帝的精灵而带来的消息。整座森林都被邪恶腐蚀，而精灵盟友正全力抵抗九号怪物，新的黑暗力量正在崛起，试图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森林以外区域。将军，我们必须尽快行支援精灵游军，将远古森林的邪恶势力永远消灭。这关有精灵可以打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，精灵游侠，好，我们全叫好不好？哎，我不能，我只能叫三只四只，是不是？电塔盖这里好了，然后左边靠我们人手，应该目前这样可以打，试试看好不好？来，开始。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超级玛丽克嘛，玛丽克感觉就很屌啊，玛丽克靠你了，好不好？练一下等。他就是一个黑人，拿一根锤子在那挥，看这个血450滴，多舒服啊！一个坦克，虽然说伤害有点低。下一波什么？猛毒爬行者在左边，这样我这个是不是挡不住啊？我是不是不应该叫这个东西？好难打啊！等一下，我们直接炸好不好？直接炸，然后应该可以直接下一波吧？直接下一波，反正我们有精灵游侠，不用担心。帮敲一下，帮敲一下。哇，这个东西可以射箭，很强哎、欸！哎呦，弓箭手也很强哎、欸！这精灵很强，我发现。好哎、欸，这不错，真的蛮强的、欸。来，我们继续炸这里，把大蜘蛛炸掉，不然可能会暴走。啊，我目前还不知道我们的英雄会不会地震，他到目前没有展现他的地震给我看过，我也不知道强不强。精灵游侠开砍了，开砍了，你们是我花钱买来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我失望，你们100块，你们可别死啊，好不好？你们卖戏哦，你们很贵的。来，我们电塔叫一下，有了电塔，应该就好打。哦，地震，他直接晕在这里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可以，很强很强。腐烂蘑菇是什么？极具攻击性的菇类，毒性孢子。我天啊，擅长做搏战，然后跑超快是怎样？然后我这东西擅长做搏战还跑超快，是想搞死谁啊？什么鬼啊？他真想搞死谁啊？看一下看一下，这要怎么打？他会撞我们的人。来，我们精灵游侠站这里哦。可能要让我们的支援当坦，好难打的感觉。猛毒爬行者，啊，很多帝都。啊，保住保住，我们的弓箭手就是射箭就好，他的射箭比较强，攻速比较快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陨石雨炸右边，保护我们的精灵游侠，好不好？精灵游侠，哎，不要跑过去近身，你会被打死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！啊，完了。守一下，英雄过来咔敲这只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痛苦哦，有点难打哎、欸。我这边在盖一座炮塔，这些是我们的精灵盟友，是真的强。这个我一定要记好他们名字，伊利班，这个是艾露恩、艾尔文团长，这个一定是团长，然后这是艾里隆，哦，每个都各种帅气的名字。今后一定要靠他们，我绝对不会让这4个精灵游侠死掉，好不好？绝对不会，他们都是我的100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100块，这个也是100块，这个是100块，这个还是100块，我绝对不能让我的100块不见。哦，我让精灵游侠死了！哦，我的游侠，我的游侠，我的游侠全部死光了，浪费我的400块。各位知道我现在有多难过吗？我超想重玩，我超想重玩，我 各位一定不知道我现在有多难过，我真的好难过，我是真的难过那种，哎，各位一定不知道我现在有多难过，我的心在流血，各位知道吗？我要重来啊！好的，观众，我们目前守到这一波了。我的英雄换成这个之后，守得非常的轻松啊。
主要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讲是比较顺手的、哦。有他的话，真的好手很多。主要是缓速吧，我没有想过英雄换了一个之后就会差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我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，刚刚完全感受不到压力耶。哎，真的是有差哎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下面这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守一下守一下。哎，守一下好不好？啊，被跑过一只啊！不是啊，我在耍白痴。我刚刚直接是耍白痴是怎样？明明刚刚那不应该输的，不应该被跑过去的、啊。我如果英雄往下控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可能是因为现在时间有点晚哦，有点想睡觉，不太专心的感觉。有没有轻松虐、欸？真的是。然后现在波是一堆空海哦。我在想，我们先憋一下吧。目前先憋一下。我想要等这个陨石雨，然后来炸这些树人哦。能一起炸掉就一起炸掉。而且这树人也不是说打非常痛，我们的支援还是可以勉强扛住的，好不好？那我基本上会想在这个地方盖一个魔法塔，这一座先盖好了。哎、欸，让他直接出来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，稍微憋一下，然后这里直接炸掉。OK， 轻松。然后这一波的话就是一堆冲海，到时候魔法塔都架起来就很好守了。全部架起来之后，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叫精灵游侠吧。精灵游侠还是蛮痛的啦，好不好？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来哦，那基本上我要选择的塔就是这个魔法师塔哦，因为魔法师塔可以消甲，比如说他现在打在这个身上，有没有直接扣成低？我们电塔也会更好处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打吧配电塔很好用啊，真的很好用。这边直接炸好了，因为兵都从上面过来，直接炸的话消一点血哈。哎，这个东西还是一样乱吐哎、欸，莫名其妙。可以不要乱吐吗？我叫我的英雄来解决你好不好？英雄，我擦一下冰珠药。这东西目前还是很麻烦哦，消他血没有意义。哎，但我这边没有擅长那个超高伤害的塔、欸，这个可能会不好打。我把它控在这里好了。这个叫出来，而且这个东西可以轻松虐掉我的森林精灵哎、欸！这一关是不是其实不需要叫森林精灵啊？我感觉很难打、欸，我感觉叫森林精灵会很难打。来，我们这边憋一下，到时候雨石雨直接炸他们好了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先把它缓住，然后雨石雨炸这里，然后小兵在这边卡着，然后我们直接点下一波，应该守得住了，应该是守得住。哎、欸，不要打我的英雄好不好？来、哦，我们这样子两座魔法师塔都出来了。接着我想一下要点什么。我们刚刚叫石头人嘛，稍微扛一下。好啦，扛一下好了，叫下来这边扛一下。那样子的话，我这边一小再盖一座，就我们三个方向都有一座塔，可能会比较好。强迫症吧，三条路我都想要有。而且这个地方会有树人走过来啊，这边多架一座是没有坏事。然后左右两边的话，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难打，他们五甲然后600滴血而已，电塔其实都守得住，好不好？那下一波什么？空海又是这种鬼东西，应该是不难啊，直接点也没关系，直接点还能加钱。哎，有没有？我们下面这边很好守啊。然后打这一关，我觉得不要用兵。因为它这个东西会有毒包子哦，叫冰影的话，血应该一下就没了。我感觉会失手哦，这个不好打的感觉。死亡射线点一下啦，这个要点了，不然我们要爆了。哎，我真的感觉会爆哎、欸。下一波是什么？腐烂蘑菇，然后一堆怪怪的，又一堆蘑菇哎、欸。可是我光这波我就守不太住了。哎哎哎哎哎，我要点掉啊！
赶快能叫陨石雨出来，就叫陨石雨，我真的要守不住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要守不住了，我守不住了。为什么这关这么难？这关为什么这么难？陨石雨炸！啊，我是不是炸不好？完了！哎，精灵游侠！啊，完了！啊，我为什么守不住啊？瞬间伤害不够，这个东西不应该盖，不应该盖这个。啊，好亏哦！这一关应该要盖多一点奥数防御塔，再稍微改一下配置就打过。这关是真的也蛮难的，应该第二难的吧？这一关荣登第二难。好的，观众，我目前守到这里哦，一样有很多只这个，可是呢，我这一次就没有盖魔法石塔了，只盖了两座奥数防御塔。然后基本上死亡射线的话，我就是全部点满，这样子应该比较好打啦。我目前有点满了，就这四座好不好？全都有点满。然后这三座我一样会盖魔法石塔。来，到时候我们就一座一座的架起来，应该就打得过了。蘑菇的话就很简单啦，因为我们有电塔，伤害很够。电塔的话打这些东西很轻松。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们这里还可以再架个那个魔法石塔，很强大。各位看一下。他走到这里的时候，血就已经扣了一堆，然后我们这个电再电一电电，他就死了。然后下一步看一下，猛毒爬行者，全部都蜘蛛哦。这个有电塔就很好打，也没什么好讲的。哎，好多蜘蛛哦，这感觉陨石雨要炸了吧？这不炸会输啊，炸一下。陨石雨就用在这个时候的，趁现在炸一下。然后我们可以叫森林游侠，对不对？爽哦！我终于可以叫我们的游侠了，好不好？叫游侠来帮手，射个箭好不好？射个箭也好。哦，我最后一波了才叫游侠，猛毒爬行者，然后蘑菇，哦，魔巨霸，魔巨霸，这关有 boss， 超大颗香菇。哎，我的精灵游侠，你不要死，你回来一点好不好？你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好不好？保持安全距离啊！哎，我这边快守不住了，直接来下一波好不好？直接下一波来，然后我们到时候允许好了直接炸，然后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们看一下，这东西很强的感觉，我允许先炸啦，然后在这边加别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加一些奥数防御塔好了，先随便加。哎，我加一座塔，我的钱就没了，搞什么？我只加一座塔哎、欸，这不对吧？我只加一座塔就没钱了。哎，他走好快哦，等一下。他走好快，他一直叫小蘑菇哎、欸，哎，我会不会打不过、啊？等一下，我会不会打不过？不至于吧？哎、欸，赶快给我钱，赶快给我钱！我要挡一下他，我要挡一下。他一直走过来，等一下，他走好快哦！哎，我不会打输啊！我英雄死了，我不会打输啊！哇，不是吧？不会吧？不至于吧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被我自己玩到输是怎样？我需要电塔，那一座不应该盖奥数防御塔，那一座需要电塔好不好？那一座需要电塔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快疯掉！希望这次就打过了。我靠电塔来清他那个小蘑菇，然后这个陨石雨的话直接炸好不好？能消血就消血，然后他会叫很多的小蘑菇嘛，我们就加紧一下，然后英雄过来缓他速，英雄过来缓速，赶快打掉他就对了。他血不多，他血其实不多，我缓住他让他卡在这里，然后尽量打就打得过了，不然造成伤害啊。因为这波的话，奥数防御塔没有用，他会打小蘑菇。所以说你就是要尽量放一堆范围伤害的，然后想办法撑过去，至少要砸到两颗陨石雨，这样就很好打。好像有点难、欸、要撑到第二个陨石雨来有点难。哎，英雄帮我缓一下，好不好？缓一下。好像第二个有点难吗？还是勉强撑得到呢？这个叫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下去了。快点快点快，不能跑过去，不能跑过去，守住。好像不用第二个陨石雨了，守住了。好难哦，这只 boss 真的很难。哎，陨石雨，陨石雨。
好的，观众，我们已经又守到最后一波了，给我看一下模具吧。我们这里还有陨石油，到时候我们就是点了之后直接炸，然后消一下巨蘑菇王的血。接着呢，他应该会走到这边的时候被我打死，打死之后我再用陨石砸剩下的小蘑菇，这样就打得过了。我已经不知道在这里打几次了，终于又让我打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不要急，我们的人物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往前走，然后这边再开一个炮塔，我们直接开，然后直接砸，好不好？小兵放在前面，让他直接砸，让他可以站在这火上越久越好，好不好？越久越好。然后我们英雄能缓就缓，好不好？能缓就缓。我们小兵就放在前面挡他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他怎么？我一个陨石雨炸掉他一半的血，这么强啊！然后剩下的就靠我们的炮塔打了，好不好？我这一关要很认真，左右两边不用管，因为他不可能走过，好不好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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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的，我相信你们，你们都是我的骄傲，好不好？都是我的骄傲，请你们打死这个蘑菇，好不好？这个塔卖掉，在这里盖住，升升升升升升升，我在手抖，手抖了，等一下，来来，电死他，电死他，我这次打得比较好，然后生出很多小蘑菇，好不好？我们退守一点，退守一点。哎，好像不用哎，为什么这一次打这么顺利啊？第三次蘑菇王轻松虐杀，好不好？忽然不知道怎么就有了，耶、yeah ！太累了，真的。这关是这关了，好不好？就是除了这一关之外，我目前觉得最难的，后面应该都没有简单的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